大家好啊，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命是不是越算越薄这个事情。我那个研究易学三十几年啊，然后从事职业预测也十多年了，经常会遇到人问我说：“严华老师，命是不是越算越薄？是不是命不好一直算？”那么命是不是越算越薄？我先从病急乱投医讲起。这个话题我给大家讲四点啊。第一点讲病急乱投医。病急乱投医，大家知道，一个人生病了以后，那么这个人就到处找医生，一会儿找这个医生，一会儿找这个医生，一会儿到这个医院，一会儿到那个医院，对吧？那么这是因为他有病，生病了。他想把他病看好，所以他去找医生。那么其实预测算命这个事情呢，跟生病了道理是一样的啊，一个是身体上的病，一个是在人生的工作或者生活当中他遇到不顺了啊，其实他的人生生病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他也是想找一个老师帮他治病啊，或者让他看到未来啊，说啊，可能将来会好啊，什么，就是他希望能够改善这种困境啊，就像人生病了，希望把身体治好，道理是一样的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他可能会找很多老师，他找很多老师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命运实在感觉不顺了啊，很难受。那么这里的逻辑是这样子的。就是这个人生病了，所以他才会找很多医生。不是说他因为找了很多医生，所以他身体健康不好，生病了。他是有此即彼，不是有彼即此。那么算命也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一个人遇到不顺了，人生生病了，他才会找很多老师预测，希望看看能解决他的病吗？是不是有的老师能让他这个困境变好，或者说有些老师能够告诉他他将来哪个时候能变好。那么所以命不是越算越薄，薄就是指命不好嘛。所以命不是算了导致他不好，而是命本身不好，本身薄的时候，命运本身薄的时候，对他不好的时候，他才会去算命。所以命越算越薄，这是一个反命题啊，不是一个真命题，是因为他命不好，运气不好的时候，他才去找很多人算命。他找很多人算命是外在的一种表象，而内在的真相是他命运不顺。他哪怕不找人算命，他那个时候命运也是不顺的啊。那么这是讲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就有同学继续问我：“严华老师，那我们是不是要找人多算命才比较好，才能把握人生？”我的答案是，也不要算得太多啊，不要整天找人算命。我们伟人说过这么一句话，叫“人定胜天”，就是当一个人不断的去找人预测算命的时候，其实是他内在的自我比较弱的时候，他就找不到自我了，他需要外界来支持他。预测算命也是一个外界的支持系统，就来支持他，他在寻找支持。那么伟人为什么他会成为伟人？因为他觉得他内在自我很强，他觉得连天我也可以战胜。好，那么我们普通人其实也要有这种气魄，就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要勇于去解决事情，处理事情，把困难给解决了。如果一个劲的去算命，说希望有人告诉你你能大富大贵，其实你也不会变成大富大贵的。你的大富大贵不是靠算命算来的，而是靠你自己去做来的。那么
么也有些人他就希望说不断的预测，说希望别人使得他算他能大富大贵，好像算了以后他能大富大贵，他就真的能大富大贵。其实不是的啊，其实从相学上来说，他这种情况反而不太能够大富大贵，因为他自我太弱了。那么也有些人他不断的找人算命，是因为他这个逻辑判断力不够强，他不知道哪个老师算的对，他找这个贾老师算完了，他不知道对不对，他再找易老师，找易老师算完了，他也不知道对不对，他继续找啊。那么他这种逻辑判断力不太强，导致他不断算命，他这个逻辑不强是他的内因。那么这种内因会导致说他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，做工作或者生活当中，他工作当中他也不知道领导这个说的对不对啊，他可能领导明明是为他好，他觉得不对，不是为他好，领导这个决定也不对啊，或者说生活当中他觉得配偶说的话也不对啊，因为他没有很好的逻辑判断能力。那么这样的话也会导致他婚姻不顺，工作不顺啊。那么也有到处算命的人，他本身是因为不太相信别人，就不够包容，他可能比较严苛啊，他觉得这个贾老师算的不够完美，算的不是特别准，易老师也觉得算的不是特别准啊，他算了很多老师，别人觉得这个老师算得很准，但是他就觉得不准，他10点里面算准7点，他觉得不准，他希望10点里 算准10点啊。那么他这种比较苛刻的情况也会导致他工作不顺，因为比如说领导，他可能这个领导做好了7分，他觉得有3分做得不好，他觉得这个领导不太好，这个领导不合格，这个领导应该做10分才合格啊。那么这一部分人他往往是非常精明的一部分人啊，他可能在某些时候他也能取得很好的成功，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会造成他朋友很少，举目无亲，因为他这个人太理性太严苛了啊，所以呢他有的时候也会遇到挫折。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，遇到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他发现没有人去帮助他啊，他也会到处预测啊。那么我要说的这第二点呢，就是说有很多人是因为他内心本身有不足的，有不足的存在，才会导致他不断的找人预测。那么我在预测这么多年里面遇到很多的人，往往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越成功的人，他往往就找一两个老师预测完了，他就不再找人预测了，因为他有很好的判断能力，他觉得这个老师算的是对的，他就不需要再找其他人预测了，或者说他有很好的包容能力，他觉得这个老师可以啊。那么这种人在工作当中也是这样，他觉得这个领导可以，他就一直跟着这个领导啊，他也很相信这个领导，这就导致他事业成功啊。他结了婚，他觉得这个配偶可以，他也不是完美主义，整天挑配偶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，所以他的婚姻也很美满啊。就是往往越成功的人，他往往越不会到处去算命。所以有人问我是不是要到处算命，那么我要告诉大家，就是到处算命的往往本身容易事业不成功，人生不成功，或者说他在某方面取得成功了，但是他这个缺陷始终存在，他在某个时间点遇到了以后，他也容易或者事业败落或者婚姻离散了，他会出现类似这种情况啊。那么这是往严重的地方讲啊。那么所以我建议大家就不要老是去算命啊，因为老是去算命这个相
从相学上来说啊，就反映了你内心的元神不足，也反映了你或者判断力不够强，或者包容性不够啊。那么第三点，我是要讲老师到处算命的人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啊，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啊，这个跟老师到处求医的人他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。就是一个人如果生了病，他老是到处求医啊，这个医生问问，那个医生问问，那个医生问问，他反而病看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按照第二点讲的，他缺少判断力或者包容性，他始终没法固定在一个医生那边把他的病好好看好啊。他看了这个病，看了这个医生，他觉得好像怎么还没好，其实这个病可能本身就需要2年才能看好，但是他看到3个月他就坐不住了，他觉得不行，我要换个医生，换个医生又3个月还是不行啊，这也是造成了他到处去看病啊。那么算命这个也类似预测啊，那么有些人他因为到处预测，他所以会错过很多好的老师啊，到最后反而可能更多机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靠谱的老师啊。那么这反过来就加强了他人生的不顺，也就是说我们是从他到处找人预测这个事情上，我们可以反推他在工作当中他也不相信领导啊什么，导致他工作不顺，在生活当中婚姻当中他不相信配偶，导致他婚姻不顺，这个是有向可以反推的啊。那么这种反推的向本身是古人看相的一部分啊，这种看相是言行举止相啊，在那个曾国藩的兵谏里面他有提到啊，不是单单的看鼻子啊看耳朵这种啊。那么第四点，那有人就问我，严宽老师，那到底我们要不要预测，我们要不要算命？我说还是要算的啊，只是我们要客观辩证的看待算命这个事情，就是你既要有包容心，又要有逻辑判断力啊。你找到一两个好的老师以后，你就不用再到处算了啊，就这个判断力你要有，就像找人找医生看病一样的，你要有判断力，说哪个医生比较好，你就让他把你的病治好为止。那么找人预测也是这样，当你找到一两个好的老师以后啊，他给你的人生做规划啊，你有什么长处什么短处啊，那么你职业应该从事哪个职业，比如说你口才有长处，那你就从事销售啊，你这个人偏静不爱动，那么你就做文案工作，这个在八字里面它都是有迹可循的啊，就是你能力上有什么长处什么短处啊，你在谈恋爱上面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，如果发现你不会谈恋爱，那么你尽可能用长辈介绍的方式啊，如果你会谈恋爱，那你就自己找啊，如果八字里也可以看出来啊，你可能自己找的对象不是特别好，反而长辈介绍比较好，那么你就尽量让长辈介绍啊。八字里也可以看出来啊，比如说你做这个工作可能不稳定不太好，做那个工作可能更加稳定但钱少，那么可能还是选择那个钱少的工作比较好啊，或者说你适合在哪里发展，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啊。那么这个当你遇到一个好的老师以后，给你做个人生规划啊，从先天你的本身内因或者后天大运流年做个预测，这个是可以的啊。比如说这年流年机会比较好，那你本身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好的机会你就把握住啊，不要错过了啊。这年适合谈恋爱结婚，那就不要放弃这个对象，不要想着说我还有更好的等着我，那可能就岁月蹉跎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善待预测这个事情，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，那么预测这个事情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啊，或者说你可以学点易学啊，学点命理，学点相学，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当中发现了解对方啊，那么更加利于你的工作啊。你找个合伙人，你觉得这个合伙人比较靠谱，
你看他面相，你觉得他比较靠谱，那么你可以选择和他合伙。你如果要做投资，啊，你看这个人命运比较好，那你投资可能就获胜了，啊，如果你没有这个判断能力，可能你投资几个亿就失败了。所以呢，在中国古人预测学是必学的。预测学的一个经典著作就是《易经》，《易经》啊，也叫《周易》啊。那么它本身是作为儒家的四书五经的首经，所以古代的学子他必学《易经》的啊。那么现代这个文化已经逐渐的变弱了，但是现在正在恢复当中啊。那么古代的预测术有很多预测术，比如说曾国藩他取得巨大的成功，跟他相学的能力离不开的啊，他有很强的相学能力，他看这个人觉得好，他就作为自己的下属任命啊，觉得这个人不好，他就不用。这个他识人辨人，是使得他事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巨大保障啊。所以我们说可以预测，甚至可以学预测啊，但是不能说到处去预测，到处去求测，到处去算命啊。那么今天关于命是不是越算越薄这个话题，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